有来医生，有健康享未来。行菌散是一个中成药，它的功效与作用呢是辟温、解毒、开窍，用于治疗下伤暑热、头晕目眩、腹痛吐泻等症状。本品是一个复方制剂，药物组成包括有雄黄、人工牛黄、人工麝香、冰片、硼砂、珍珠、姜粉和消食等。本品的用药禁忌呢，首先要注意孕妇禁用，因为方中含有人工麝香，那么呢，孕妇使用后呢，有堕胎的作用，可损伤胎气。同时方中含有雄黄，那么雄黄的主要成分呢是硫化砷，建议不要长期过量服用，以免引起蓄积中毒。肝肾功能不良的患者呢应该慎重使用。同时呢方中含有人工牛黄、冰片等成分，药性偏寒凉，所以呢脾胃虚弱虚寒的患者呢也要慎用。方中的雄黄具有解毒杀虫、燥湿祛痰截疟的作用，而人工牛黄呢主要是由牛胆粉、胆酸、猪去氧胆酸、牛磺酸等组成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化痰定惊的作用，配伍麝香开窍醒神，冰片呢清热止痛，诸药合用，共同起到辟温解毒开窍的功效。